王红、李玉，你们也喜欢打篮球吗？我们不打篮球，因为打篮球太难了。我们喜欢打太极拳。是的，打太极拳很有意思。是吗？我不太喜欢打太极拳。你们还有什么爱好？我喜欢看书和写书法，还喜欢看电影。我喜欢听音乐和看电影。真的吗？你们都喜欢看电影？是的。你呢，李中田？我也喜欢，我觉得美国电影很好看。你们喜欢看什么电影呢？我喜欢看中国电影，也喜欢看美国电影。嗯，我也觉得美国电影很好看。我们今天看一个美国电影怎么样？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没有时间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今天去见我哥哥，所以我没有时间。我今天也没时间，因为日文的功课太多。那明天呢？好，我明天有时间去看电影。我明天功课不太多，看电影没问题。那我们明天见。明天见。